什么我在这？因为 I will be back， 台南 I'm back。台南一定要吃瓜粿。足嫩足香的，你的旁边入口即化，肥猪肉足香的。调味都好，嗯，很香的虾子，很好吃哎，这不是虾仁哎，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，对吧？哦，好吃哎，这个是越南的啊，也不是，真的还蛮香的。这边有一个足多人排队的，我唔爱排了。在人的朋友跟我讲，唔免去排什么名店，你自己去食拢好食的啦。你讲若是不好食就倒闭了。食春卷，食春卷。你看伊个料足济，内底有菜、豆瓜、黄豆豆、虾啊、猪肉，迄就是有煎一个啊。我要两面煎的对。对。嗯。看，这里面有肠粉哎。不是花生粉啊。嗯。等一下再加滴滴的春卷哎，很清爽哎，好滋味，好滋味。另外要加全掌烧哦，我要加奶油烤皮哎，这个皮有感冒的皮哎。真的是爆浆的，拜拜。其实边仔的咖啡嘛是足赞的，这个是小卷米粉，叶汤足甜的，小卷白炒炒 QQ 的足好食的，我介意短短粗粗的米粉赞。今日来找台南的朋友吃早的，你是琪琪耶。熊大应该要点什么好呢？盐炸泡芙。盐炸泡芙，胡一大。我喜欢吃流沙，爱情就像流沙。我要透露年龄了。这间是吕氏扎的，伊个菜色足特别。先来一份流沙炒饼，有嚼劲诶，就是外口有锅，等于安尼。这间扎的上特别的所在就是伊个饼皮，拢是手工现做的哦，菜色炒饼。还不会很辣，这个是泰式打抛猪。拜拜，这个口味拢足特别。坐落来吃蛋饼咯，海鲜打泡猪蛋饼，内底嘛是有高赞塔。台北没有吃过的口味了。我吃过耶，和风番茄蛋饼，奶蛋酥买当吃哦，清爽的口味。这蛋饼蛮好的，综合蛋饼，内底有薯泥、起司、够流沙。吓到！怎样？很丰富的口味吗？嗯。这是我上大耶。好吃的，还蛮大的，内底有刷刷的蛋饼。流沙蛋饼嘛是一定爱点。你点啊滴滴耶？为什么？有炼乳哦。哦，蛮特别的。最后这个是隐藏版的蛋饼，一定爱梅啊才有可能得到头家的隐藏蛋饼。我这次得到的是烧肉蛋饼。笋丝诶，笋丝加烧肉，好食诶，你咧好食好食，这是今仔日第二名。要去奇美博物馆呢？是哦，厉害是不是？这大诶，西洋诶美术馆呢？啊，你说这是什么？跟那个凡尔赛宫诶是同款诶大小。阿波罗喷泉今麦无喷水诶。嘿，今麦来吃阿玉牛肉。干嘛要跟他比哦？输惨了，输惨了，输惨了，输惨了。问题牛，都养卤肉。他锅底下只选牛腩的。哦。来了。这是红美开的。哟。没有，刚刚咬到舌头，不好意思。不一样部位，试试看。油花哎、欸，哦，这个卡好食哎、欸，嗯，来吧来吧，一定要试试看它的酱油膏。酱油膏是不是？哦，酱油膏很低耶、欸，果然是台南。哦，就挺低耶、欸，靠外筋。靠外筋是什么？看这个牛腩的筋，完蛋，弹到自己。哦，好，好吃，好吃。吃完面外整香，吃完都变一个人了呢，好吃哎。对，要回台北喽。卖啊，卖
上课哦。走了啦。卖。快点哦。走了。我讲我卖，我要做你的台人，我卖做你哦。走了啦。我卖做你啊。走了。你开始，你自己回去好不好？